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他的殿中。接下来，把我们时间统统交给他，不只是现在，一直到永久，让我们全部交给他。第一首歌，上帝能够。知道永远。
众生面前传说你，我要向你的身边下拜，为你痴爱和诚实诚我要一心诚实，我要一心诚实你，在众生面前你的不离弃，你手所创造。